家姐。各位同心，今日大家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啦，等于是大家福气。啊，那是要甲大家讲，咱秘书长啊，和咱台湾人。一闪灯啦，大家甲鼓励一下。那么，伊去研究国际法、宪政法，那有今仔日，咱伫遮两年外来，啊，流亡政府。敢来甲咱处理啊？无，这就是国际法、宪政法。咱秘书长讲的，免战争啦，敢那用笔就好啊啦。所以啊，大家我有这个啊福气啊，才会来参加咱的啊。这个学习营啦，啊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大家三天伫遮个学习，我甲综合起来，几张迄个相片，要予大家加深你个印象。所以我用这个相片啊，让大家来了解，咱讲的拢是事实啦。我要再讲，连战、连胜文，伊爱真相无？啊，国民党敢要予真相？啊，就伫喺家家内底啊，五届的测谎拢无过啊！啊，那无要真相予连胜文，咱阁想到转来，流亡政府要予咱。本土台湾人真相无，绝对无的嘛。所以啊，咱啊秘书长才去告美国政府。这那是咱啊本土台湾人，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啊，咱家己。啊！依照着国际宪政法啊，甲国啊国际法，甲旧金山和平条约啊，来自的管理啊，我来先甲大家讲，大家的觉悟啦，啊，大家来参加啦。那这就是咱台湾的希望啦！大家，家己鼓掌一摆，好无？咱才有希望的啦！吼、哦，啊，这张是啥物？这。中国
讲自古以来，台湾都是中国的。讲去看到鬼啦，什么叫做自古以来？啊，清朝的时，伊都啊，大清皇帝甲日本天皇都永久割让给日本啊天皇。啊，大家看卖，这是什么？台湾应该唔是那一杯汤的呀、啊！因为这是啥？迄个时阵啊，清朝干那有法度伊个管辖权啊，干那这个西部这个部分啦、啊，啊，内山东部这个。拢是高沙族的部落，啊，清朝无法度去管辖，所以这叫法度讲永久割让啦。那是固有的领土，依照渐渐法。绝对不能啊割让哦，所以啊，这爱好大家清楚。所以中国啊，看伊安怎讲，你甲讲这个啊，因一定甲你讲啊，这是历史以来台湾就是啊中国的，无迄个代志讲，咱台湾讲田无沟啊。水无流啦，啊，这个都给大家参考啦吼、哦。这就是，高沙部落，啊，迄阵啊，非满清政府的统治，啊，所以这个足球啊，别看。啊，要搁甲大家共同探讨的讲，现在少年人啊，咱也甲问一下，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多一国来打台湾，差不多80%-90%讲日本打台湾啦。啊，真正是看到鬼啦！咱迄阵啊，拢，阮阿爸讲，迄阵是日本人，阮阿母也日本人，拢叫奥多桑啊，卡加，啊，我叫做胡明希克。起码一个日啊。中国来，伊讲，恁是中国人，吼、哦，讲咱是中国人啦。后迄个代志，那叫啊，人前千言来滴，你要甲改我的国籍，你起码啦，爱我尊重我的意见，无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是讲，吼、哦。这个讲集体啦，咱即马就是讲，因为那要给这个图片给大家了解，就是讲，实际上啊，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叫啊蒋介石啊来接收啦，吼、哦、代表联军啦，所以唔叫哦，这是苏联的国旗啊，美国的国旗。啊，这个车轮牌的，啊，甲英国的，这拢是证据啦。啊，这拢是证据。啊，伊敢要予咱真相，伊绝对唔予你真相啊。因讲啊，台湾啊，光复啦，吼、哦，打败战的战胜国，讲伊来啊，台湾光复啦。
这面顶挂，这拢是美国的国旗啊，讲叫做光复，吼、哦，这拢会使证明讲，咱的论述100%正确。你望政府啊，近10万，你都爱离开啊，台湾。啊，要去倒位啊？第一，去问妈祖，迄是因的土地啊，恁去迄个所在。第二啊，美国甲中国已经讲好啊，伫福建省有一个平潭岛，大家有看到报道啊无啊？有诶，举手看卖咧。请啊，知影诶人无真济啦吼。美国甲中国讲好啊，我若政权交予民政府，遮个流亡诶，遮个难民高官，伊要死无法度，伊要安怎要走诶代？啊，若走诶中国去啊，去啊，甲作乱。中国也惊到啊，讲安尼平潭岛，互恁共同经营、共同开发啦。讲阮平潭岛，互恁来住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只要做流亡政府，会使过去啦。这拢是足事实的，大家会使上网去调查资料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大家会清楚。这2004年10月2号，伊就讲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讲甲足清楚，足清楚。啊，咱这边拢硬拗啦，哦。啊，所以咱林博士带领228个来甲美国地方法院来控诉。啊，经过2009年4月7日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，这几点？甲这个时间点来受训的人，拢爱会记。安尼，咱要去甲人讲，有法度，因来才会接受啦。哦，无你要去甲伊讲啥？所以讲，这个一定爱互大家了解吼。伊的判断内底啦，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伊是安怎无国籍？甲咱集体规划啦，讲咱是中国人啦，实际上咱是迄个时阵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啦，因为伫1945年。4月7日，日本天皇下诏书，台湾就是日本不可分割领土，是安怎讲？台湾人民爱效忠日本天皇，爱做兵。台湾人民会使参加日本的日本的做政务，就是第一就是参政权，甲参战权。所以
台湾，甲即马来讲，是永久不可分割啦。啊，无论安怎，中国无可能来摕台湾啦。你用战争的方法，绝对无可能啦。所以，啊，要甲大家讲，2009年这个判决了后啊，12月13啦，迄个，咱习近平啊，中国要接班这个习近平，讲要去见日本天皇啊，因为这个判决了后，中国我惊到啦，伊赶紧我南京军区的司令员，甲武汉大学有80几个研究员来研究这个战争法，甲这个国际法，研究的结果，甲咱秘书长所研究的，拢共款，但是台湾这张无写啦，省内台湾吼，这张无写落去。下落去，安尼伊也使根本就起码免查嘛吼，所以台湾这张无下掉，啊，所以因我足积极，那讲用战争我都摕台湾，啊，起码都用啥，讲来用买啦，吼，啊这。当然，伊讲要买，啊，就去见天皇啊嘛。啊，天皇讲，伊迄个啊，习近平安尼讲，讲啊，中国啊，现在经济较好，啊，阮想要来买台湾。啊，天皇安尼讲，天皇讲，阮家族啊，都无咧卖物件啦，所以啊。啊，讲话都无15分钟，两个就再见啦。所以咱会得了解，中国足清楚啊，战争法甲这个啊国际法，啊乃足了解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所以。美国遵守到啊，伊个高等法院判决，邀请咱台湾民政府伫华盛顿 D.C. 啊来办一个庆祝啊酒会啦，这个世纪啊大饭店啊，这拢是啥？这拢是证据啊！啊，大家安尼足清楚啊嘛吼，吼、哦，这张啊，大家我一定爱会记哩。啊，秘书长，因为伊不爱提车轮牌护照。迄、那个政治啊，受到啊，炼狱要关伫台湾，所以因啊送这200多啊，讲啊恁送予林秘书长，啊林秘书长就清楚，咱一个啊了解啊秘书长研究以后啦。啊，这就是美国占领嘛，吼、哦！啊，过来，诶，住伫遮诶，这个所在啊，是天皇嘛，啊，都有迄个所有权证嘛，甲即嘛，
台湾自由有啊，所有权证的都是日本天皇嘛。啊，这呢就就清楚啊。哦，啊，这张更加深色。啊，伫报纸捌看到的，请举手一下，好无？啊，谢谢。啊，那是足济啊，咱同事嘛，伫报纸无看到。啊，这是啊，2012年5月21日，这个版啊，是《自由时报》翕出来，第二天公布。有奇怪无？有什么无同款无？你讲吼，咱即马甲看讲吼，伊个就职典礼啊，讲啊，马总统，你有没有向人民报告啊？啊，国旗要换了，国家要改了。人民知道吗？拢在骗啦，唔好你知影啦，都是真相啊，歹好你知啦。啊，这咱都真清楚。因甲美国讲，欸，啊，阮来做民政府敢好啊？会使哩，袂使哩？哦，因想要用这个旗啊，要做民政府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事先呐，拢有计划伫咧啦。哦，啊，实际上，这个叫做啊，依照国际法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这战争法的铁律啦。哦，战争法的铁律，啊，伊外面硬拗，要硬拗，啊，当然，啊，这第5月25日，南海争端的时候，哦，南海争端的时候，啊，国务院，啊。叫咱秘书长写一个啊，对南海的解决的方案啊，秘书长啊，伊就讲南海啊的争端要必须遵照啊国际啊法跟战争法来解决。啊，所以希拉蕊在这发表，这完全拢是咱秘书长的研究的成果。所以钓鱼台也同款，南海也同款，拢依照啊国际法、战争法来解决争端。啊，这边我要这张相片，也要让大家知影。7月7日，这 TVBS 报道，讲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，这拢在领咱的做啥？血汗钱的将军呐，好。伊讲安怎？讲啊，这个参谋啊，副总统啊，伊讲出来讲，国军、共军不是中国军，啊，这甲这拢同款嘛，这就是咱保钓的，讲有啊派5台船啊，讲去送这个旗啊，
伫遐去啦。啊，所以日本的紧张也袂，啊，日本我附在一起，照讲伊也真紧张。所以啊，要互大家啊了解，这拢是唔是我咧讲的啊，拢是啊有记录的，吼、哦，互大家啊较清楚。迄、那个啊，8月17号啊，莫拉克洪灾足严重个。啊，美国讲要啊救援物资要入来。啊，马英九讲进入迄个外啊拒绝国际救援呐、啊。啊！伊就主要买予美国去吧。吼、哦！啊，美国那是安怎？啊，照你买啊！啊，这伫台南机场。啊，这我要予，这证明啥？啊，伫台湾就是我占领的主要啊，占领全国。我什么时阵来，甲什么时阵走，恁管不着哈。这就是一个证明。2012年5月20日，下午啊，才飞入来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拢好参考。啊，这那熟悉嘞。伊这个是啊，这个报道啦，吼、哦，这个讲啊，涂销啊，那个金辉啦，吼、哦，这讲叫做低速度啦，降低彩度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安尼讲，啊，这是7月20日国防部下的。我有准备头200分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本土台湾人吼、哦、来申请啊，这个身份证，啊，我的包包拄啊放伫遐，啊，我咧看时间，我啊秘书长较早1-2分结束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。我包包揢伫遐，啊，无去赶来，要即200分吼、哦，要予大家，然后拜托大家转去啊，去分予咱的亲戚啊，甲好友，叫因大家拢来申请啊，咱台湾啊政府。啊，身份证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啊，无，咱你甲开开，内底吼有两客啊吼，啊，会使吼，麻烦咱同仁吼，啊，若有需要的，啊，就怎？啊，退几张啊吼！哎，啊，是毋是放伫屏顶？我紧吼，确定啊，才看是毋是放伫屏顶？吼，你倒啊顶遐翕吼。好啊，哦，遐那有吼，遐伫文顶遐啦吼，遐分予大家买去吼。啊，这就是要予大家，吼、哦。
这啊，人讲小兵立大功啦。这地咧吼方便啦、啊。哦，我伫高铁上吼、哦，看到伊请讲啊，请讲我爱台湾的服装啦。啊，我要落车，我怎甲撸一张去？伊讲我爱台湾啊，啊，我撸一张去，伊看看，哎，啊，佫甲顶一个头。啊，我看吼、哦，伊转去吼、哦，我头甲冒咧烧。伊若有去看这个网站啊，我看180度啊，会来参加咱的授婚。好、哦、啊，因为时间上的啊，迄、那个关系啦，啊，大家来参加授婚，好、哦、啊，恁这个要做自我啊，咱有这个时间分组讨论的时间吼、哦，啊，希望恁的全长啊，甲恁啊，甲州长较联络的，啊，州长。唔，才会较了解，啊来安排啊，恁来斗三工，要来创什么？我今日报告到这，感谢大家。谢谢你。今日下课。